能做这些。确实，大部分空气炸锅都会比较小，可能炸完第五锅，第一锅已经凉了。那今天来换个大的吧。听说蒸烤箱、空气炸锅、微波炉的功能抬一个就能搞定，连个 WiFi。哇，这么多菜谱，先来试试无油空气炸。现在连蒸烤箱都这么卷吗？高清彩屏直接帮你试制烹饪温度和时间，有点小白变大厨的感觉了，容量也够大。看来我家五个空气炸锅可以退休了。作为蒸箱，折烹式急速蒸，普通蒸个鸡蛋，高温蒸盘海鲜，或者蒸汽烤个红薯都不在话下，口感好还不容易串味，吹水会自动提示防干烧，一点也不熬焦。三，作为烤箱，加热管循环烘烤，加高速循环风扇，360度均匀加热，平时烤个鸡翅、面包、披萨，口感都很不错。最后，居然还想取代微波炉，随时简单叮个菜。做完饭，懂事的他直接往水箱加点柠檬霜，然后直接启动除垢机清洁，这是个一台抵多台的厨房电器，在我家就没。